我们也给那个给帮卢市长哦，啊，自称半边天的这个副市长杨琼英，现在转战立法委员，啊，的杨琼英，他为了要拼经济，他为了要啊替这个地方啊的老百姓站出来，站在国会争取预算，争取建设，争取科技的转型，争取经济的升级。我们再给我们杨琼英杨家的立法委员，我们热烈鼓掌，好不好？我想，这一次的选战非常的激烈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啊，谁在做事，谁不在做事，啊，虽然年纪轻，啊，有优势，但听说这几年他都在忙着结婚，忙着生小孩，对，对，真正做事，真正落在啊，像这个我们杨琼英啊副市长，甚至于卢市长身上。那尤其他现在来进军国会，今天年轻不是一个选票的基础，年轻呢要能够跟做事、跟效率、跟对这个国家的认同要结合。